讲什么？你把，你不要真的吃到它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们的魔鬼主管林志强拿一根尖尖的棍子在里面吃鱼。我那么厉害啊！他主要是要赶鱼啊，把鱼赶出来，因为冰淇淋公主要喂饲料了。好，但是鱼呢都躲在缝隙里面不出来吃。真的不会啦。不会啦，嘉哥他很温柔。哇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好多，又躲进去了，晕倒。没有啊，他就在这里啊。好，嘉哥又把他赶出来了。哇，又出来，又出来了，又进去，又进去了。好啊，好，哇，都出来了，嘉哥都赶出来了。继续弄，继续把它弄出来。嘉哥加油。他们都知道出来，这时候被刺出来就会。不过他们不来吃饲料呢，他们是不是底气的、啊？不来吃。好，嘉哥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哇，好多好多，哦，碎啦，嘉哥，你这根棍子真的很棒。这棍子是我找的。哦，真的、哦，你在哪边找的？那时候在家旁边。在我家旁边。哦，我知道，打狗棒。对，冰淇淋。黄蓉啦，阿宝，你做黄蓉，卖做红鸡公。我要用黄蓉，太光鲜了。嘉哥，这给你。错了，因为然后等我倒下去。好啊，那不然这冰淇淋公主来赐予。还蛮好玩的哦。好专业，都没看到出来。你就这样拉拉，它应该就都出来了吧？这样拉，他们都不一定会那个哎。大力一点啊，就不要吃到他们就好了。对啊，对，就因为我弄上去他就看到了，我弄很浅，他其实也没看到。啊，拉拉拉拉！哦，要让他们出来真的好难哦，除非把台阶搬掉。出来了、出来了，很多都被赶出来，很像蟑螂这样跑出来。对啊，有的速度好快哦。代表他们很健康。是啊，他们就只是没看到而已。我还在拿。嗨，你拿火腿哦，好啊，等我一下哦。好啦，我记录到这边了哦，鱼，把它跑起来。